谨。事而性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夏曰：贤贤易色，是父母能竭其力，是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无必谓之学矣。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曾子曰：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子禽问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方也，必闻其政，求之与义，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亦乎人之求之与。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有子曰：礼之用，何谓贵先望之道，斯谓美小待由之，有所不行之，何而何不以礼节之义不可行也。有子曰：信敬于一言可复也，恭敬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子贡曰：贫而无产，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次也，始可与言师矣，以告诸往而知来者。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为政，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子曰：道之以正，其之以行明勉而无耻；道之以德，其之以礼有耻且格。子曰：无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PG 二，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孟懿子问孝子曰：吾为樊迟。欲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吾为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为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未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尽，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老有九十。先生传曾是以为孝乎？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为如愚退而审其思，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子曰：是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搜哉？人焉搜哉？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子曰：君子不器。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子曰：恭乎？异端思害也矣。子曰：犹会与知之乎？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是知也。子张学干路。子曰：多闻缺于慎言其愚则寡由，多见却待慎行其愚则寡，鬼言寡由，行寡鬼路在其中矣。哀公问曰：何谓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季康子问史明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叔云孝乎？为孝有余，兄弟失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翼，小车无辙，其何以行之哉？子张问时事可知也。子曰：因因于下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因礼所损益可知也，其祸计周者虽百事可知也。子曰：非其鬼而计之产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八义八义，孔子谓季氏八义：五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为辟公，天子穆穆西取于三家之堂。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临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义也宁欺。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王也。季氏履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临放乎？子曰：君子摩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身下而以其争也。君子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炫兮，何谓也？子曰：会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与者伤也，始可与言师已矣。子曰：下礼如能言之，其不披之三足贞也。因礼无能言之，颂不足贞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无能贞之矣。子曰：帝自既冠而往者，无不欲观之矣。或问帝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是诸司乎？指其掌，既如在，既神如神在。子曰：无不与，既如不既。王孙贾问曰：与其昧于傲，宁昧于躁，何谓也？子曰：不然，或罪于天魔所导也。子曰：周奸于二代欲，欲乎文哉？无从周。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周人之子之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子曰：舍不主皮味，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子贡欲去告朔之细阳。子曰：次也，尔爱其阳，我爱其礼。子曰：是君敬礼仁矣，未产也。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子曰：观君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哀公问射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阴人，以亳州人，以利曰使民战立。子闻之曰：臣事不说，遂事不见计，往不咎。子曰：管仲之气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规，官氏不赦焉得俭然，则管仲之礼乎？曰：邦君数塞门，管氏亦数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殿，管氏亦有反殿。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子与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息如也，从之纯如也，角如也，亦如也。以臣宜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无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初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以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子谓韶敬美，以幼敬善也；谓武敬美，以为敬善也。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礼仁，礼仁。子曰：礼仁为美，则不处人焉得之？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曰不可以长处，乐人者安人之者利人。子曰：为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子曰：苟至于仁以无恶也。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德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德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子曰：我未见好人者恶不仁者，好人者无以上之恶不仁者，其为人以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人以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以我未之见也。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官过私之人矣。子曰：朝闻道。P.G. 四，系死可矣。子曰：是至于道而耻恶，一恶十者未足与义也。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义之与彼。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行，小人怀惠。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子曰：不患无未患，所以力不患莫己之求未可知也。子曰：参乎无道，亦以贯之。岑子曰：为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岑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子曰：是父母己见，见志不从，又进不为劳而不怨。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攻之不逮也。子曰：以曰失之者先矣。子曰：君子欲乐于言而敏于行。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子游曰：事君树思汝矣，朋友树思疏矣。公也长，公也长。子谓公也长可欺也，虽在雷邑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欺之。子谓南戎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行路，以其凶之，子欺之。子谓子见君子哉，若人辱无君子者，思焉取思。子贡问曰：次也何如？子曰：女气也。曰：何气也？曰：无脸也。或曰：庸也。人而不佞。子曰：焉用佞？欲人以口给与增于人，不知其人焉用佞。子使七雕开是对曰：无私之未能信。子说。子曰：道不行，臣服服于海，从我者其有与？子路闻之喜。子曰：有也。好勇过我摩所取材。孟武伯问子路人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有也。千乘之国可使至其父也，不知其人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世之一百乘之家可使谓之宰也，不知其人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数代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人也。子
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乐对曰次也何敢忘回回也文亦已知十次也文亦已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载与昼请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与女与何诸子曰使无余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无余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与女与改事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深臣子曰臣也欲焉得刚子贡曰我不欲人 PG 五知家诸我也无意欲无家诸人子曰次也非尔所及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文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文也子路有文谓之能行为恐有文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公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会其食民也义子曰晏平众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早酌何如其之也子张问曰令以子闻三世未令以无喜色三以之无运色就令以之正必以告心令以何如子曰忠以曰仁以乎曰未知焉得人崔子是其君臣闻子有马时甚弃而为之至于他邦则曰由吾待子崔子也为之之一邦则又曰由吾待子崔子也为之何如子曰亲以曰仁以乎曰未知焉得人既闻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在思可矣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之邦无道则于其知可及也其余不可及也子在臣曰归与归与无党之小子狂简废然臣章不知所以才知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事用兮子曰孰谓为生高直或起兮焉起诸麒麟而与之子曰巧言令色足公左明耻之一耻之逆怨而有其人左明耻之一耻之言曰记录是子曰何各言而至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言渊曰愿无乏善无失老子路曰愿闻子之至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子曰时事之义必有忠信如者焉不如之好学也庸也庸也子曰庸也可食难免仲公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俭仲公曰居敬而行俭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俭而行俭无乃大俭乎子曰庸之言然哀公问弟子孰谓好学孔子对曰有言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已经也则王位闻好学者也子华始于其染子谓其母请素子曰与之父请亦曰与之与染子与之素五饼子曰是知是其也臣肥马衣轻裘无闻之也君子周及不计父原思谓之改与之素九百词子曰吾以与尔邻里相当乎子谓仲公曰离牛之子心且狡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为人其余则日月至焉而 PG 六以义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女子曰有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次也。可使从政也，女曰次也。答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女曰求也。亦于从政乎？何有？既是时，闵子骞谓被宰。闵子骞曰善谓我辞焉，如有负我者，则无必再问上矣。伯牛有疾，子问之，自有执其手曰王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理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金女化。子谓子夏曰女谓君子如，吾谓小人如。子游谓武臣凯。子曰女的人焉耳。呼曰有。但台业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眼之事也。子曰梦之反不伐奔而便将入门侧骑马，曰非敢后也，马不敬也。子曰不有助陀之命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事矣。子曰谁能出不由故何我由斯道也。子曰执慎文则也，文慎执则使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子曰人之身也，执往之身也，信而免。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子曰中人以上可以与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与上也。樊迟问之，子曰物明之意敬鬼神而远之，可谓之以问人曰人者先难而后或可谓人矣。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子曰其一便至于鲁，鲁一便至于道。子曰孤不孤，孤哉孤哉哉。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谨，有人焉其从之也。子曰何谓其然也。君子可视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往也。子曰君子博学于文，曰之以礼亦可以服叛以夫。子见男子，子路不说夫子，使之曰与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志以乎明先久矣。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人乎？子曰何事于人必也，胜乎尧舜其由。并诸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进取辟可谓人之方也矣。述而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彼于我老朋。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子曰得之不修，学之不讲，文亦不能喜，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子之厌居深深如也，夭夭如也。子曰盛以无衰也，久以无不。P.G. 七，复梦见周公。子曰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义。子曰自行数修以上，无未尝无会焉。子曰不愤不起步，匪不发举，义于不以三于反，则不复也。子时于有丧者之策，未尝保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子谓颜渊曰：“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为我与尔有事。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抱朴平和，死而无悔者，无不与也，必也邻。事而具好谋而成者也。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无益，谓之如不可求，从无所好。子之所胜斋战疾。子在其文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冉有曰：夫子谓谓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路曰：伯夷。叔其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人而得人。又贺怨出？曰：夫子不谓也。子曰：饭疏食饮水，屈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子曰：家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子所雅言诗书直，礼皆雅言也。叶公问孔子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兮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于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故敏以求之者也。子不与怪力乱神。子曰：三人情必有我师焉，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子曰：天生得与与环追，其如与何？子曰：二三子以我谓隐乎吾，吾隐乎尔，吾无形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也。子以四交文行忠信。子曰：圣人无不得而见之，以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无不得而见之，以得见有恒者斯可矣。王而未有虚而未盈，曰：而未太难乎有恒矣。子钓而不刚，亦不涉宿。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谋事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互相难与言同，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为贺圣人且己以进与其邪也，不保其往也。子曰：人远乎哉？我欲人斯人至矣。臣斯拜问昭公之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一乌马骑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吾，未同姓。谓之吾。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乌马骑以告子曰：野性苟有过人，必知之。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子曰：文墨无由人也，躬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子曰：若胜与人，则无其感意，谓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以以躬西华，曰：正为弟子不能学也。子疾病，子路请导。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累曰：导尔于上下神。 PG 八。子子曰：之导久矣。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子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泰伯，泰伯。子曰：泰伯岂可谓至德也？以以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子曰：恭而无礼则劳，圣而无礼则喜，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矫。君子笃于亲，则民亲于人，故旧不移，则民不偷。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起与足，起与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无之。免夫小子。
岑子有疾梦境，子问之，岑子言曰：鸟之将死，其名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谓乎道者，三动容貌，思远暴慢，以正颜色，思尽性，以出瓷器，思远彼背，以鞭斗之，是则有思存。岑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孝习者，无有常从事于斯矣。岑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济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岑子曰：是不可以不弘一任。众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义众乎？死而后已不义远乎？子曰：心于失利于礼，成于乐。子曰：宁可食由之，不可食知之。子曰：好勇及平乱也，人而不仁及之以胜乱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令其余不足观也。义。子曰：三年学不至于古不义的也。子曰：笃信好学，守慈善道，为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子曰：失智之使官居之乱洋洋乎隐耳哉。子曰：狂而不直，动而不怨，空空而不信，无不知之矣。子曰：学如不及，有恐失之。子曰：巍巍乎舜，与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为天，为大为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民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患乎其有文章。舜有成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禹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计于斯谓舜有妇人焉，九人而以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子曰：与吾无见然以非矣。时而至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至美乎服，免卑公事而尽力乎勾续，与吾无见然矣。子罕 PG 九。子罕，子罕言厉与命与人。答向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摩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贺直直欲乎直射乎吾直欲矣。子曰：马冕礼也，今也纯简无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太也，虽为众无从下。子绝四无义，无必无故无我。子谓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与何？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故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之我乎无少也，见故多能，彼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劳曰：子云无不是故意。子曰：吾有知乎哉？吾知也。有彼夫问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结焉。子曰：凤鸟不至，何不出徒无以以夫。子见其衰者免衣裳者与古者见知虽少，必作过之，必屈言渊愧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乎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矣。
文曰：我以礼欲罢，不能季节无才，如有所立着耳，虽欲从之，莫有也矣。子疾病，子路使门人未成病，兼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成而未有成，无谁欺欺天乎？且与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与纵不得大葬与死于道路乎？子贡曰：有美玉于斯运毒而藏诸求善假而孤诸。子曰：孤之哉，孤之哉，我呆假者也。子欲居久矣，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曰：吾自谓反汝，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曰：出则是公卿，入则是父兄，丧事不敢不免，不畏久困，何有于我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曰：无畏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譬如未山未成一篑止无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尽无往也。子曰：与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谓言渊曰：习乎无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子曰：后生可谓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思亦不足谓也矣。子曰：法与之言能无从乎改之？谓贵训与之言能无说乎？义之为贵说而不义，从而不改，于莫如之何也矣矣。子曰：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合者，利而不耻者，其有也与不至？披之时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送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波之后凋也。子曰：知者不惑人者不忧，勇者不惧。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世道，可与世道，未可与利，可与利，未可与全堂弟之华，偏其反而起不尔思事事远而。子曰：未知思也，夫何远之有？乡党，乡党。孔子于乡党循循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为景耳。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盈盈如也。君在敌气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病色薄如也，足气如也，衣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单如也，趋近亦如也。兵退避复命曰：兵不顾矣。入宫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欲过位色薄如也，足气如也，其言似不足者，设其身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将一等逞颜色仪仪如也，眉皆趋近亦如也，复其位敌气如也，直归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衣下如受薄如战色足素素如有寻想礼有容色思敌于于如也。君子不以干邹氏，孔子不以为谢服当属枕指系必表而出之。姿衣高球素衣泥球黄衣狐球蟹球长短右内必有情衣长一身有半狐合之后以居去丧魔所不配卑为长必杀之。高球玄关不以吊及月必朝服而朝其必有名衣不齐必便食居必迁坐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食意而合于美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歌，不振，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食肾，食气为酒，无量不及乱孤酒，是腐不食不彻，将食不多，食忌于公，不素肉，忌肉不出三日，初三日不食之以食不语，寝不言，虽蔬食菜根瓜，既必其如也。席不振不坐，乡人饮酒仗者出私出，以乡人罗朝扶而立于坐阶，问人于他邦在拜而送之，康子愧要拜而受之，曰未达不敢尝。旧坟子退朝曰商人乎不问马，君次食必正席先尝之，君次心必熟而见之，君次身必触之，是食于君，君既先犯及君事之东守家朝服托身君命照顾四驾行矣。入太庙每事问朋友死魔所归，曰与我并朋友之愧，虽车马非祭肉不拜，请不失居不容见其衰者，虽瑕必变见免者，与骨者虽谢必以貌凶，福者是知是复返者，有胜传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身车必 PG 十一。正立直随车中，不内固不及言不轻止，色思举以降而后及，曰山梁辞至实哉实哉，子路共之三秀而坐，先进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也仁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无从先进。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敏子谦冉伯牛仲弓言语载我子贡正是冉有记录文学子游子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无言我所不说。子曰孝哉敏子谦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南容三父白归，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季康子问弟，子孰谓好学？孔子对曰：有言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以经也，则亡。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果，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礼也死有关而无果，无不徒刑以为之果，以无从待服之后不可徒刑也。颜渊死子曰一天丧与天丧与。颜渊死子哭之痛从者曰子痛以曰有痛乎，非夫人之为痛而谁为。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是与由父也，与不得是由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记录问是鬼神，子曰未能。是人焉能是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敏子是策盈盈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有也不得其死然。鲁人未尝服敏子谦曰人旧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众。子曰由之色昔谓于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有也深堂以未入于是也。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乐与，子曰过犹不及。既是父于周公而求也，谓之聚敛而复义之，子曰非无徒也，小子名古而攻之可也。
柴也，鱼餐也，鲁师也，辟有也，晏子曰回也，其数乎吕空次不受命而获直焉，亦则吕中。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见计亦不入于世。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子路问文思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文思行之冉有，问文思行诸，子曰文思行之公西华，曰有也，问文思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文思行诸，子曰文思行之赤也，或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有也兼人故退之。子谓于匡言渊后，子曰吾以女未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谓义之问，曾有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 PG 十二，可则指今有与求也，可谓具臣以，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是父与君亦不从也。子路使子高位被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名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未学？子曰是故恶夫宁者。子路曾昔冉有公西华事作子曰以无一日常乎？而无无以也居，则曰不无之也。如获之耳，则何以哉？子路率耳而对曰千乘之国社乎？大国之兼家之以师，履因之以饥，谨有也，谓之彼及三年可食有用，且之方也。夫子审之求耳，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谓之彼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四君子赤耳，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张府愿为小香烟点耳，何如？古色西坑耳舍色而作。对曰一乎三子者之传。子曰何伤乎？一个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继承官者五六人同。子六七人欲呼遗风呼舞于勇而归。夫子愧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层西后层西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以以曰夫子何审有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审之为求则非方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方也者为赤，则非方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谓之小孰能谓之大？颜渊颜渊颜渊问人子曰克己复礼为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为人有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示思语矣。仲弓问人子曰出门如见大兵，食民如臣大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庸虽不敏请示思语矣。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任曰其言也。任思谓之仁矣乎？子曰谓之难言之德无任乎？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思谓之君子矣乎？子曰内审不疚夫何忧何惧。司马牛又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子张问明子曰敬论之
赠夫受之素不行焉，可谓明也已。以尽论之，赠夫受之素不行焉，可谓远也已。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PG 十三。信之以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此名，无信不立。及子臣曰：君子直而已矣，何以闻？谓子贡曰：习乎夫子之说，君子也四不及舌文由直也，直由文也虎豹之阔，有犬羊之阔。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何彻乎？曰：二无由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属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属与足。子张问崇德辩惑，子曰：主忠信其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或也。臣不以复义之以义。其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素无德而食诸。子曰：片言可以折欲者，其有也与？子路无素诺。子曰：听讼无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曰：博学于文曰：知以礼亦可，以服判以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政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政？季康子患道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明善，以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也。子张问是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而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直直而好，一察言而观色律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人而行为居之不宜，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凡持从游于五鱼之下曰：敢问崇德修特辩惑。子曰：善哉，问先是后的，非崇德与公其恶，无公人知恶，非修特与一朝之愤，望其身以及其亲非或与。凡迟问人，子曰：爱人。问之，子曰：知人。凡迟未答，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凡迟退见，子下曰：相也无见于夫子而问之。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下曰：父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高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子贡问有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岑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子路，子路 PG 十四。子路问政，子曰：先知劳之请义，曰无倦。仲公谓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私设小或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曰：为君呆子而为政。子将息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事哉，子之
于也奚其正子曰也哉有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缺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心，礼乐不心则刑罚不忠，刑罚不忠则民我所措手足，故君子民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我所苟而已矣。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卫仆曰吾不如老仆。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强富其子而至以焉用稼子曰宋师三百受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一息以为。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曰鲁卫之正兄弟也。子谓卫公子今善居士使有曰苟何以少有，曰苟玩以富有，曰苟美矣。子是谓冉。有仆子曰树以哉，冉有曰季树以又，贺家焉曰父之曰季父以又，贺家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其悦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以成灾，是言也。子曰如有王者，必是而后人。子曰苟正其身以愚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正。子曰其事也如有正，虽不无以无其与闻之。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机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亦如之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机也，人之言曰与无乐乎？为君为其言而莫与为也，如其善而莫之为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为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叶公问郑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子夏未举父宰问郑子曰吾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叶公与孔子曰吾党有执公者，其父攘阳而子正之。孔子曰吾党之执者亦于是，父为子引，子为父引，执在其中矣。樊迟问仁子曰居好公执事，尽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事矣？子曰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是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 PG 十五。坑坑然小人哉，亦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伊豆烧之人何足算也？子曰不得忠行而与之弊也，狂倦乎？狂者进取，倦者有所不畏也。子曰男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成之修。子曰不战而已矣。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曰君子义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极。
其使人也弃之，小人难事而一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曰：刚毅不讷近人。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是矣？子曰：窃窃私私，以夷如也可谓是矣。朋友窃窃私私，兄弟夷夷。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及容矣。子曰：以不教民战士，未弃之。现问，现问，现问耻。子曰：邦有道，古邦无道，古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人矣。子曰：可以为难以人，则无不知也。子曰：是而怀居不足以为是矣。子曰：邦有道为言为行，邦无道为行言孙。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南宫氏问于孔子曰：亦善射，傲荡，周惧不得其死，然与季公驾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氏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子曰：爱之能勿劳乎中焉，能勿惠乎？子曰：未命必成草创之士，书讨论之行人。子与修士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博士，便宜三百范，书十美齿，无怨言。子曰：贫而无怨，难复而无骄易。子曰：孟公绰谓赵未老，则忧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之公绰之不欲，便庄子之勇冉求之亦闻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私义，见为受令久要不忘贫身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子问公叔文。子于公名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孝，不取乎？公名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食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意，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子曰：臧武仲。PG 十六，以防求魏后于鲁，虽曰：不要君无不信也。子曰：晋文公绝而不正其桓公正而不绝。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赵乎死之，管仲不死，曰：为人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人，如其人。子贡曰：管仲非人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明道，于今受其赐，为管仲无其废法佐任以其若匹夫，匹夫之为量也，自今于钩毒而莫知之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尊与文子同生，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子言为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息而不丧。孔子曰：仲叔与至宾客住陀至宗庙，王孙贾至君旅，夫如是息其丧。子曰：其言之不作，则谓之也难。臣臣子事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臣恒视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
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徐伯欲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谓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岑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之，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子贡方人。子曰次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之患其不能也。子曰不逆诈不义不信义义先觉者是贤乎。为生母谓孔子曰何为是，妻妻者与吾乃为命乎。孔子曰非敢为命也，即故也。子曰既不称其利，称其德也。或曰以德报愿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愿，以德报德。子曰莫我之也。夫子贡曰何谓其莫之子也。子曰不怨天不由人，下学而上达之我者其天乎。公伯辽素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故有或至于公伯辽无力犹能似。诸事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辽其如命何。子曰贤者辟事，其次辟德，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欺人矣。子路宿于石门，城门曰西。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矣。子系庆于未有何愧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即庆乎忌而曰彼哉，坑坑乎莫己之也。思已而已，以深则利，浅则竭。PG 十七。子曰果哉，莫之难矣。子张曰书云高宗亮因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轰百官总己矣，听于种载三年。子曰上好礼则民易始也。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由并诸元壤夷四。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庶，焉老而不死，是谓贼以杖扣其颈。却党童子将令或问之曰义者与。子曰吾见其君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义者也，欲速成者也。卫灵公，卫灵公，卫灵公问臣于孔子。孔子对曰祖窦之事则常闻之，以军旅之事谓之学也。明日遂行，在臣绝良从者并莫能。新子路运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故穷小人，穷斯滥矣。子曰次也，女以与未多学而识之者。女对曰然。非与曰非也，女亦以贯之。子曰由之得者先矣。子曰无位而治者其顺也，与夫何谓哉，公己正难面而已矣。子张问行。子曰言中性行笃敬，虽蛮莫之方行矣。言不中性行不笃敬，虽周礼行乎哉，利则见其参于前也，在于则见其已于恒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身
子曰：直哉，始于邦有道，如始邦无道，如始君子哉，取佛欲邦有道，则是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之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至是人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人。子贡问为人，子曰：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士方也是其大夫之贤者，有其事之人者。颜渊问魏邦，子曰：行夏之时，陈阴之露，福州之年，乐则少，五放正身远，宁人正身迎，宁人待。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子曰：以乎无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臧文仲其妾位者与之流，夏惠之贤而不与利也。子曰：公自厚而薄，则于人则远远矣。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无莫如之何也矣。亦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亦好行小惠难以哉。子曰：君子亦以为直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之也。子曰：君子即没事而民不称焉。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PG 十八。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欲？如有所欲者，其有所恃，以斯民也，三代之所以之道而行也。子曰：吾有疾使之雀文也，有马者见人臣之今王以夫。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子曰：无常中，日不食中，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根也累在其中，以学也禄在其中，以君子忧道不忧贫。子曰：知己之人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己之人能守之，不庄以立之，则民不敬；知己之人能守之，庄以立之，动之不以礼，为善也。子曰：君子不可小之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之也。子曰：民之于人也，甚于水火，水火无见导而死者，以未见导人而死者也。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子曰：君子争而不量。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时。子曰：有教无类。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子曰：辞达而已矣。师勉见及嗟。子曰：嗟也及习。子曰：习也嗟。作子告之曰：某在思，某在思。师勉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不相师之道也。季氏，季氏，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吾乃尔事过与夫？颛臾习者先望以为东，
盟主且在邦域之中以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魏冉？有曰：夫子欲之无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人有言曰，臣立就列不能者，只为而不持，颠而不服，则将焉用彼相以且而言过矣。虎四出于峡归，欲毁于毒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专于故而敬于废，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及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此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君无贫和无寡，安无亲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有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无恐季孙之忧不在专于而在萧墙之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 PG 十九。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西不失以自大夫出，五世西不失以陪臣执国命，三世西不失以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义。孔子曰：禄之去公事，五世以政逮于大夫，四世以故夫三桓之子孙为矣。孔子曰：义者三有，损者三有，有直有量有多闻，义矣；有变辟有善柔，有变宁损矣。孔子曰：义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有义矣；乐交乐，乐亦游乐宴乐损矣。孔子曰：是于君子有三千言，未及之而言未之，造言及之而不言未之，以未见颜色而言未之故。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侠大人无圣人之言。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未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事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无见其人以无闻其语，以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无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其景公有马千四，死之日名无德而称燕伯，遗书其恶于首阳之下，名道于今称之，其思之谓语。陈亢问于伯于曰：子亦有一文乎？对曰：未也。常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师乎？对曰：未也。不学师无以言礼退而学师，他日又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礼退而学礼文思，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矣。德三文师，文礼又文君子之远其子也。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一邦曰寡小君，一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阳货阳货。杨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屯，孔子食其王也，而往拜之。欲诸徒谓孔子曰：来与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
方可谓人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失时，可谓之乎？曰不可。日月是以岁不我与。孔子曰若吾将是矣。子曰信乡，近也习乡远也。子曰为上之与下于不宜。子之五臣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歌姬焉用牛刀。子游对曰PG 二十，习者也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言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公山服扰以废叛赵子欲往。子路不说曰莫之也，以何必公山是之之也。子曰夫赵我者而企图哉？吾有用我者无其为。东周乎？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武者于天下为人矣。请问之曰公宽信敏惠。公则不武，宽则的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佛昔赵子欲往。子路曰习者有也闻诸。夫子曰轻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昔以终勿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灵，不曰白乎孽而不滋，吾岂刨瓜也？哉焉能细而不实？子曰有也。女闻六言六必以乎？对曰未也。居无与女好人不好学其必也，与好之不好学其必也。当好信不好学其必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必也，狡好勇不好学其必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必也，狂。子曰小子何莫学夫师？师可以心，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耳之事，复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子谓国于曰女谓周南赵南以乎人而不畏周南赵南，其由正强面而立也与？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子曰色厉而内忍，辟诸小人其由川鱼之道也与？子曰乡远得之贼也。子曰道听而徒说得之器也。子曰彼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子曰古者名有三极，今也或世之亡也，古之狂也，似今之狂也。荡古之今也，连今之今也，奋力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子曰巧言令色先以人。子曰恶子之夺诸也，恶正身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富邦家者。子曰与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非欲见孔子。孔子辞以及将命者，出户取色而歌食之，闻之宰我问三年之丧其以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古迹眉心古迹深钻碎改，火其可以矣？子曰食夫道，衣夫锦，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谓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止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畏也。今与安则谓之宰我出。子曰与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与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子曰饱食终日，我所用心难以哉？不有博弈者乎？谓之有贤。 PG 二十一，乎矣。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未乱，小人有勇而无义未道。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善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至者曰次也。亦有恶乎？恶角以为之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结以为直者。子曰：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中也矣。为子，为子，为子去之。箕子谓之奴婢，甘见而死。孔子曰：应有三人焉。柳下惠谓士师三处人曰：子谓可以去乎？曰：直道而是人焉，往而不三处，往道而是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其景公呆。孔子曰：若既是，则吾不能以既梦之间呆之。曰：吾老已不能用也。孔子行其人归与乐季还。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楚狂皆于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待而。孔子下欲与之言屈而辟之，不得与之言长。举节逆偶而跟孔子过之，使子路问今焉。常举曰：夫执愚者为谁？子路曰：为孔。曰：是鲁。孔与曰：是也。曰：是之。今以问于节逆。节逆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义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事也，其若从辟事之事哉？忧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吾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不与义也？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丈何由？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古不分孰。谓夫子执其杖而云。子路拱而立止。子路素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已这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是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挟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事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以知之矣。一名伯夷叔其于仲夷一诸张。柳下惠少廉。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其与谓柳下惠少廉：降志辱身以言中伦，行中虑其思而已。以谓于仲夷一隐居放言身中轻，废忠犬我则亦于事无可无不可。大师至是其雅范干事楚三范辽事蔡四范缺事秦古方书入于河波陶武 PG 二十二入于汉少师杨吉庆相入于海周公谓武公曰：君子不失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周有八世伯达伯氏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瓜子张。子张子张曰：是见为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以矣。子张曰：直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王？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亦乎？无所闻。君子尊
贤而容众家善而今不能我之大贤与愚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惧我如之何其惧人也。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至远恐迷是以君子不畏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夏曰博学而笃志皆问而近思人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公居四以成其事君子学以治其道。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闻。子夏曰君子有三辩望之眼然及之也温听其言也立。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利己也信而后见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子夏曰大德不逾贤小德出入可也。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以易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一言犹过以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卷焉辟诸草木屈以别以君子之道焉可污也有时有促者其为圣人乎。子夏曰事而忧则学学而忧则仕。子游曰丧志乎哀而止。子游曰吾有章也为难能也然而为人。曾子曰堂堂乎章也难与并为人矣。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治者也必也亲丧乎。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事难能也。孟氏使杨夫为事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师其道名散久以如得其情则哀今而勿喜。子贡曰昼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时焉过也人皆见知更也人皆仰之。魏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的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贺长师之有。叔孙武叔与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PG 二十三，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辟之功强，赐之强也；及兼窥见世家之好，夫子之强，数任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不得其门者，或寡以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吾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灵也犹可与也仲尼日月也无德而于焉人虽欲自觉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臣子其位子贡曰子为公也仲尼其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由天之不可接而生也夫子之德邦家者所谓利之思利道之思行随之思来动之思和其生也容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尧曰尧曰尧曰资耳顺天之利属在耳公与直其中四海困穷天路永中顺义以命与曰与小子吕敢用玄武敢昭告于皇。
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必减在帝，新正宫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正宫，周有大赖善人事，父虽有周亲不如人，人百姓有过在与一人，警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心灭国际绝世，举一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实丧既宽，则的重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功则说。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吾。每平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吾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太，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则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人而得人？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悦，不戒事成谓之暴，慢令致其谓之贼，由之与人也，出纳之令谓之有司。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中。